His hands, his jeans, and now I'm covered in the colors, pull apart at the seams, and it's blue. Time to go wake up Sen. I hear something pinging really close by, but there it is. Let's get that. Run. Mystic crystal. I said this video is no commentary, but slight commentary.难道我又睡着了？我们该走了，路上和你说。云无月，总有一天，我要看着你死。眼妹在人间已经这么多剑了吗？上回一只，这回又一只。He's injured. 因为力量太过悬殊，他不及上回那只眼，骨气也远不如对方。你们想做什么？ Our end character. 你的梦魂之是怎么得来的？
我没有耐心再问一遍。是从一个渔夫手上弄到的，他根本不知道从海里捞上来的是什么。你有多少？只拿到了很少的一点，用来施术。那些也配称之为术？吴家，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？梦魂之是半魂莲的半生之一，可以用来提升半魂莲的力量。这个引用它迷惑别人的心神，却是虚耗了。嗯，他虽然笨了点，可我觉得他比淮西的后人和贺冲那个废物要来得有趣呢。算不上笨，或许还有几分聪明。那乌壮，你不要杀他吧，让他做我的侍从。眼可不能重入盲志。没关系，他要是敢逃，我就让他生不如死。我去一趟阳平，师舅回报说有魔到了人间，可做梦的人也醒了过来，似乎出了些变故，和辟邪有关。啊，白费了吗？无妨，只是一处罢了。而且我发现人是承载魔气的绝佳之物。喂，别死气沉沉的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你呢。She doesn't seem like a good person, obviously. I'm eating these Skittles I got off of Yokosuka base. I can't stop. All right, seems like we're still in the dream.Let me see. Upgrade my weapon. We're gonna go talk to Xia Chu Hong.太好了，
妹妹一定会喜欢的。可我听说你的妹妹已经不在了。不在了？什么意思？你可别胡说，我妹妹不就在这儿吗？哪里？快醒过来，你只是在梦里。哎呦！外头来的新鲜货，便宜卖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你找老朽有什么？你找老朽有什么事？瞧见刚打街上过的那姑娘吗？有福之相。布匹、茶叶。罗家都这样，每季的衣料分裂倒还照旧。夏家姑娘真是……房子没盐了，我有事要去找一下行宫陈一社的人。大长老让我给你们带信。妖族可真厉害，全都能说会写的。大长老说想让乌金燕也进到梦里，一起对抗魔族，唤醒其他的狱主。对，我们能出力就出力，否则等魔族过来，大伙儿都好不了。除了我们，杨平还有别的妖想加入呢。这么好，我看杨平的风水极佳，以前也听说过这里是天下聚灵地之一，看来不仅是人，妖也有不少聚集在这儿的样子。那月三郎他……三郎自然是跟我们一起，大长老说了，就是要找些事给他做，这样他才能快点好起来。今天早上我偷偷去余家看了两眼，那女人跟大夫说她要去外地她爹娘那儿了。哼，走了也好，留在阳平始终是个事儿。I think we're progressing the story a bit. Wow, what's this? Oh, is it?
你自然对不起月三郎，并非无过，只是你和他相识又有多久，人间情爱怎么比得上父母之恩？你终究是依从本心，到最后却还要找个地方静静等死，不去拖累别人。 No, please don't corrupt her. 难道就真的毫无怨恨？跟我走吧，既然这世间已经容不下你。 Oh man. Definitely need to make some rice tonight. Please allow me to warn 各位，他已传进几个精于精神修行的门派，这些门派可以入梦除魔，但这种修行方法本就稀少，能够调集的人手也并不太多。积水成渊，总是好的。林星剑好厉害啊。师兄虽然看着不像样子，但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天才，亦是本门下任掌门之选，直越一北斗印，若下山可调遣山下所有外门弟子，若有其他从属势力也需听令行事。这是本门数代以来关于流星的记载，不敢说先袭无疑，但在诸派之中恐怕也无有更加详实的了。谢了，如果有什么发现会再告诉你们，我先告辞了。星河五年三月又对上了。你手中的是天禄城里的记载？嗯，我让霓裳去查了所有能查到的魔族异变的年份，不能完全对上，但几乎可以肯定，流星越多的年份，魔的力量异变的可能性也越大。你觉得有所关联？是，之前邱文曲提起，我就留意了一下，后来林星剑又说今年的流星多到怪异，持续的时间不长，但持续的日数却比以往长得多。如果魔族异变真是天象所致，对我们来说也算无解，只能等。可那个黑莲还有无照，我总有不好的预感，大概是所有的事都太巧了吧。摇曳湾玉溪。The Yin Yang Brothers. This 群魔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正打算离开摇曳湾呢，也算是撞上了，算他们倒霉。那些就是来梦里除魔的修行者。是啊，不怎么多，这种主修精神力的人太难找了，
别的门派就算术法神通，在这儿也未必有用武之地。梦里的事，我和其他门派的师兄师弟们都说过了，他们会谨慎行事的。如果遇到狱主，也会试试能不能弄醒过来。纪灵族去探查各宫女的人，有些一直没有回来，我担心。你们若是遇到危险，还是要以性命为先。我们来这儿也算是探个路，要是情形比想象中还差，或是更加恶化，这些门派里的掌门和长老说不定都得出山。不是为了帮纪灵族，而是因为万一魔真的跑去了人间，大家都没好日子过。啊，是燕子。是巫医国的燕子，之前他们有事去了别的地方。你也感觉到了。嗯，过去一趟吧。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才会入梦。风姐姐是我们第六任的族长了。纪灵族人彼此之间有同族情谊，大人。你怎么独自在这儿？我负责探路，但是这里的天时变化跟外面的很不一样，我得花些时间来分辨和记录。然后我好像忽然就昏倒了。你的精神力耗损太大，最好不要继续在梦里待下去了，该醒了。嗯，好。